路跑吧。人气很骚脸案的男神团体 SpaceShow 接下首次合体广告代言，与资深前辈阿西哥共同演出。因为是电玩游戏代言， SpaceShow 团员各个武功可得非常厉害。打，哈哈，太大力。打，打，站定，打，打，落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急，没关系。打。很好，走，反三。团员接触这种武打类的东西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就是有种特务战队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对。摆 pose 的时候，你有手会特别用力，会就故意要硬挤硬挤。游戏代言除了真功夫不开玩笑外 ，SpaceShow 将自己的 man 度再度提升，不过也因为太认真，发生了些许尴尬。刚刚我们拍摄一个对要出镜的一个画面，然后就是违禁就是弄了团员这样。对，就是刚才有个动作，就是导演说大家都不要动。对，然后我就特别是这样，然后我就问违禁说，那我们最后一趴要动吗？违禁就说可以留在最后，于是我一个人就自己在镜子里，然后我来 monitor 前面看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笑我。对，就你一个留在那边加，大家都跳出去，大家都笑，好像笨蛋，对不对？对。此边秀几位活泼大男孩，已对于游戏完全不陌生，谈起电玩人物可有很多想法。蛮喜欢周瑜的，就是能文能武。个人是喜欢赵云，在我印象中，他就是一个很帅，然后会武打的美男子。那就是刚好就是蛮符合我的美男子。我蛮喜欢吕布的，因为我觉得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，只有唯一战神 like me。 暑假来临，爱玩电玩游戏的你可以跟着 SpaceShow 一起选个你爱的角色加入战局哦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